唱歌也要命，比如我，哈哈，我保证就能用那个 CD 的音质唱出磁带卡带的声音，哈哈。不过我也相信好声音都是练出来的，谁没有压光嗓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，孟峰老师？我不知的苦都发出心来，穿上了不安交织的大山。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和耳朵，眼前这位穿着一身皮衣低音有些下不去的歌手就是大名鼎鼎的汪峰。先别急着吐槽，因为更加惊悚还在后面。就在这次不安凛冽的大风中，你会听到我咱们未来的话，也许你们的出征就给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虽然时候孤单让我给你爱上，可我相信帮你住在远方。历史的周知现场演唱和在录音棚演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，水准有些出入也很正常。如果像这段视频一样只采集话筒声音的话，相信多数歌手的唱功都会让人大跌眼镜。可是以上这些理由都不足解释汪峰同学的这段表演，低音低不下去，高音更加惨不忍睹，实在是有些毁三观。虽然是不能明白你这和我的手臂，也希望汪老师能够早日养好自己的嗓子啊。